哎呀，这一天也太无聊了吧。冰糖，你叹什么气啊？哎呀，没意思，太没意思了，无聊透了。哎，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给你看一个宝贝，保证你就不无聊了。啊？什么宝贝？快给我看看。就是这个迷你桌球。哇！啊，小丸子，你是在逗我吗？这算什么宝贝呀？而且我也不会玩呀。Oh no！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。嗯，那好吧，总比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无聊强。嗯，好了，冰糖，现在我的迷你小桌球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先把它打散。然后用白球将其他球打进洞里。哦，就这么简单呀，我还以为有多难呢。好了，我会了。不就是打进洞吗？看我的。哇，看这么简单，我进了吧。呀吼，可以啊，樱桃，看一遍就会了，佩服佩服。哼，那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我可是集美丽与智慧为一体的化身哟。哦，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。这样吧，我们来比试一下如何？好呀，你就尽管放马过来吧。不过你打算怎么跟我比呢？双方分别持有四个彩球，黑球作为最终的决胜球，不归任何一方所有。率先将自己一方的彩球打进洞者，将有机会击打黑球，最终将黑球打进洞的一方获得胜利。如果你赢了，那么这个迷你桌球就是你的了。哇，我看行，那赶紧开始吧。Ready go！ 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我赢了，那我就先开始吧。哈哈，冰糖没有进，接下来到我了。接下来到我了。哈哈，樱桃这不是替我打进球了吗？看我的吧。哎呀，出现了意外，有点尴尬。Oh no！ 看我把这个黄色的球打进去。哈哈，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一球打进洞。接下来打哪个球好呢？我还差一个红的，有点难打。哇，我终于进了一个球，是紫色的。耶！然后我把这个绿色的，看看能不能把它打进去。哎呀，没有打进去，小丸子姐姐了。有点紧张啊我。哎，太可惜了。接下来到我了，这个球的位置不太好呀。哇，这些球好难打呀。Oh no！ 看我的，看我的。哎，这也太难了吧。这种球怎么打呀？小朋友们，你们有会的吗？坏了坏了，白球进去了。接下来到我了。哎呀，我也进去了。Oh no！ 我来把这个红球打进去吧。哎呦！哎呀，没有打进去。到我了，到我了。我也没有。小丸子姐姐的劲儿太大了，好像要把这个桌球给弄坏一样。看我的。就你那小劲儿能把球打进去吗？还说我劲儿大。我来我来。哎呀，不跟你抢红色的，我要打别的颜色。不行，我要笑死了。你们看樱桃姐姐这个球，我的天哪，这就是樱桃姐姐的小力气吗？看我的大力出奇迹。
行，小丸子姐姐在大地出奇迹，就是走个来回吗？啥也不是，看我的吧。哼，他把黑球打进去了，导演，他把黑球打进去了。Oh no！本来黑球打进了就应该是樱桃姐姐输了，但是鉴于她是第一次玩，我们先放过她一马。哦，我们把黑球拿出来继续。好了，接下来我来打这个红色的球。哎呀，居然没有进。看我的吧。哇，我竟然把那个红色的球打进去了，我白球也进去了。你的白球也进去了。对，不好打呀，这家伙。嗯，我来打个紫色的球吧，我可不想再把黑色的球打进去了。哎呀，没有打进去，不知道我能不能把红色的球撬开呢。哇，太恐怖了，差一点了，同志们。这种球怎么打呀？只能这样了。这个红球怎么的也进不去啊，现在先找一个合适的位置。这个黑球好危险啊，我的妈呀，看我能不能把这个绿色的球打进去啊。没有没有，差一点。我就差最后一个红球了，这么难吗？哇，我居然打进去了。哇，我这也太厉害了吧。接下来打黑球，可惜我樱桃姐姐这个绿球阻隔。哎呀，反而给了樱桃姐姐机会呢。哇，小丸子姐姐马上就要胜利了，我肯定要赶紧追上她。哎，差一点儿，哈哈！接下来我只有黑球了，我赢了！哈哈哈，我终于赢了樱桃姐姐一次了，这桌球还是我的哟。哼，我这可是第一次玩，赢了我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不过小朋友。你们有人会玩这个游戏吗？记得评论区告诉樱桃姐姐哟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再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